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我发主张哦，上课要有精神啊，是吧？因为电招这届就无简单吼，啊，所以时间咧讲课时间足短，啊，希望大家吼每一节课大家拢会认真听吼。我今日题目用希望与等待吼，啊，稍等下再来讲。迄个昨我参加228吼，迄个诶纪念会，听到咧说明诶吼，心真酸啦。啊个对照吼，迄个王小波咧未来高中诶迄个课纲内底吼，要甲咱改吼，两相对照吼，安尼吼，内心真艰苦。228内底，我简单吼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受难者吼，因后生啦，讲因爸爸迄阵啦，因爸爸做老师啦，啊，做老师突然间，总就人也请了阿爷，行踪不明，啊，就听讲要请啥哩吼，因妈妈带着因四位的兄弟姊妹，大拢也紧啦，都有在迄间。洗衫，啊，做工吼，要维持生活。但是呢，讲因妈妈吼，就感觉讲，伫个恐怖时代内底吼，啊，突然间，算因爸爸总失落去吼，无迄个经济能力，啊，要负担这四个囡仔足艰苦，尤其个时代，所以带这四个囡仔吼。要自殺啊，住在海邊啊，要把這四個囡仔吼作為填海。結果呢，為了三歲左右啊，一三歲細漢迄個小女生，嗰日驚會捡一隻迄個細只蟳啊。迄個時喏，伊甲媽媽講，伊講媽媽。你一条手巾的话，我要把这只芝麻仔吼，给包起来，啊，要回来饲，要饲好大只，啊，然后呢，大只了生较侪仔安尼。伊妈妈伊阵要抓伊自杀的时阵咯，听着咧细汉的幼仔三岁左囡仔讲安尼吼，种心酸啊。囡仔唔知讲是要出来，但系要做伊倒海。一个囡仔伊就知影讲，迄只蟳仔讲要包顿去饲啊，啊我要大只，爱当阁生较侪囝。突然感动，互妈妈回心转意，总把细囡仔阁带倒顿去，含辛茹苦，可安那艰苦，把细囡仔拢请大汉。啊，所以我听着这个故事啊，老实讲，我流目屎。来，今日我讲课是来，内心足艰苦。因为这个二八，咱少年呢无经过，但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爱叫数控。我阿妈拢叫阮买张面证卡，迄个不倒卡。二八这段历史，建立伫马英九的政府内底，透过所谓遐教授、遐教授吼。要甲咱磨灭，历史不能扭曲啊！历史是个过去的实在，咱从今仔日咱所发生的未来应该做历史。但是这二八，这是非常残酷的。竟然的王小波讲国民党的心，伫中国大陆的清动吼，我阿了。台40万人啊，在咱台湾台20000人算作小 case。嚯，各位听了这唔知什么心态，你知影无？而且讲实啦，咱是比通敌者，有反抗通敌，所以比杀的。这叫无敌的教授，你知影无？当初因来台湾的时，相机卡炸一个 LP 过来，佮派遣过来。那些抢强奸杀，引起咱岛人本来是投回祖国的怀抱，但是看到这乞食兵的心哦，
甲恁强奸咱的妇女，甲恁抢劫，听不懂牙签甲恁拍死，这毋是咱比统治者咧反抗统治者，你知影无？阮爸爸去高雄港，头来讲啊，来高雄港哦，接遐个，所以呢，甲恁宣传讲倒回祖国的怀抱。但是阮老爸回来是大失望，甲阮阿妈讲，讲去批了成个。像个土鸦军，像个铁甲兵啊，会失望你啊！从阮从细汉的时候听着讲，这批好还真正无当形容的啦。顶社会派两边，别必可穿草鞋。个哦，东顶也雨伞，迄阵也会哪无雨伞，对不对？派东顶啦，顶社会派的，迄是个走路呢。个安那呢？个派两支枪。一支是七九步枪的三八枪嘿啊，啊一支呢咧食薰的水枪，啊这种是啥物小兵呢？吼、哦，啊竟然搞那个用胜利者的姿态来咧来占咱台湾，啊你台湾戆说说啊，吼、哦，到位祖国了，叫英格兰是强干杀，这是一个属性。我到讲一半，为啥物讲陈辉秀过了？咱一个阿婆啊，林甘麦，迄拍死了时，二七暗哦，二八早的时阵吼，安尼形成一大堆啊，伫延平南路遐。为什么呢？迄奇怪，一个拍死了，为什么全台湾拢从前那块烧草埔街拢烧起来？都可能这是个案，是通案。全台湾拢受了只个中国兵啊，跟武族交谈的。所以伫大内心吼。我听阮阿哥教阮阿妈咧讲，迄个时阵，阮三阿哥若要出门哦，阮阿妈拢用啥呢？用黄连呐，见了抹面呐，抹手啦，抹甲黄酸滴滴吼，安尼较好处理。就是买物件也是甲抹黄连处理。所以大个时，我感谢阮阿妈有迄个智慧啊，伊是三寸连呢，伊清朝时代三寸的尔。伊若要洗一个脚吼，阮这孙啊吼，就像咧流上迄个脚吼，啊咧德哥啊，迄一支脚迄个布啊吼，咧牵一支德哥咧，两支脚拄爱伊个布啊，爱牵两条德哥咧，迄是即落带有清朝诶。啊，若咧洗头毛吼，阮这孙啊吼，就安尼个倒牵头毛咧，吼，啊那叭叭叭叭一个西装啊，加一个竹啊叉咧。竟然伊知影讲，即个土鸦兵吼，要保持阮三阿哥的吼，完全的心哦，忘念。所以阮大汉的心，咧听阮阿哥讲，感谢阿妈。所以三阿哥拢无回啊，中国兵啊，糟蹋哩。这是一个属性哦。虽然看到迄个王小波讲遐话，真个气死人，你干呐？甚至伊对我讲啥，讲历史是过去，历史过去，咱就无唔对吼。但是安那呢？未使讲吼，和一寡所谓台湾人、台独的人吼，来规划未来啦。哦，这算人规划未来啊？迄、那个高中迄、那个课纲，每六届六档调整一届，这届是一档外前调整好个呀呢？哎，足奇怪，为什么？打档外尔尔，因要定调改。个另外那呢？伊讲吼，这个。编这个课纲吼，是根据啥呢？根据《中华民国宪法》来调的，未使乎你台湾人讲有恁的理想的吼，要调整以后就对了，不能调编吼，乎恁个人家台湾人吼，要想以后的代志来调编啦。哦，讲安尼啦。佮另外佮一点的心吼，讲你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吼，伫南京的时阵吼，有恁台湾人。迄底下咧制作宪法啦，咧制宪的时阵啦，有恁大人参悟啦。而且伫台湾的时，这个所在，恁阁有七届伫台湾遮修宪啦，所以恁大人袂当反对啦。阁第四点讲啥呢？讲吼社会内底吼，啊少数尊重多数的。讲起来吼，迄真正是，啊恁迄几下是少数的，咱只那多数人反对你调岗，你跟我少数还尊重多数。所以，若讲论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各位大家了解一下吼，什么叫中华民国宪法啦？
在1947年蒋渭水的时阵，因制定出来，但是呢，无实施。1947年叫2月28日，咱28事件吼，伫中国当咧内乱啦，所以这部宪法做起来的时阵吼，拢袂用，也袂用诶。过冬啦，过一年，1948年4月份的时阵呢，伊落来用迄个看上去冻结了，把这个宪法冻结，叫临时条款把它冻结掉。迄个1948啦，1949年的时阵开始走路啊。招了是把这部宪法总拍咧，呈现啥呢？这个偷工啊吼，迄黄金啊拍咧，安尼就弄啊就走啊就对了。啊，走咱啊台湾的时候，佮要实施这个宪法，结果那是因为冻结起来，无实施啊，用临时条款。所以蒋介石会当一任总统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有宪法冻结，宪法当的得连任一次而已啊。所以，如果叫王小波去到高阿修讲的吼，如果中华民国宪法啦，来依法公法嘛，中华民国宪法迄阵啊，对，拢无包括台湾，各位大家做清楚哦，无包括台湾咯。所以你若讲无个推较久的，搁较长的就对啦吼，因为第四条内底，即卖宪法内底第四条吼，中华民国的。疆域就是领土的地方吼，非得国民大会不得变更。哎，这条宪法定的呢？啊，但即马无国台呢？啊，是要变更啊？啊，就有矛盾无？搁一个讲搁较早，1936年啦，5月7日啦，因即部中华民国叫做五五宪章啦，内底呢，中华民国的领域，搁讲啥呢？有包含啊呢？全中国。蒙古也是啊，那无咱台湾，所以这部中华民国，你若讲，你今仔讲的，你修宪7届哦，包括民进党还没对底下咧讲哦，就只修宪哦，你出卖咱台湾哦，修宪是你拢讲的，什么样的双白话啦，台湾骗我的代志啦，拢无修讲中国的，啊那中国是叛乱呢，对不对？伫中华民国内底遐是叛乱的团体呢。啊！你今日含咧伫遐叛乱的团体，你个走路诶！啊！你走路含叛乱的做伙，啊！人是来判刑呢？啊！这中华民国这所有这来伫遐关呢？因为你阿们啦，所有含匪徒咧勾结嘛。因为按照你如果宪法来讲的时阵啦，啊，所以说这部宪法，啊，你足奇怪，宪法咧明明内底都无台湾，你是一个走路诶。个当英皇那呢？1949年，伊走路了，周恩来啦，周恩来大家知影吼。伊对外昭告天下，伫1949年的10月29日，讲啥呢？你国民党这批激进分子哦，已经逃离我们中国的边界啊，就已经逃离哦，迄对呢流亡到他国领土。周恩来先的台湾就是已经他国领土啊。就这边国民党的旋律最大，旋律台湾来，所以他周恩来讲啊，他已经流亡到他国领土，所以事实啊个法理上也都不存在啊。所以当你经过的时候，国民党来接大家用强用武力的，啊想要改变咱的历史，所以这段利用这个机会是各位大家唔能伊袂记住的。我讲过吼。历史就是历史，也许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原谅过去一些错误，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忘记历史。历史是不能够经过他们来扭曲的。好、哦，希望咱在座即个同心的心吼，都要讲了一句把这个事件，老实我真痛心嘛。所以我听到迄个讲吼，三岁的囡仔。甲妈妈要偷一条手巾啊，要包一只金马是金马镜，老实讲我流目屎。啊，就我讲的是心情啊，真沉重吼。一、那个利用这个空中呢，来感谢咱巴西诶，咱的同乡诶，伊拜二个卡电的话，所以咱今日只上课，海内外拢有实况转播，因为伊都伫咧听咱讲课。
所以认同咱敲电话呢，甲咱鼓励，佮受鼓励来咱即个只上课的，咱才会动心啦。所以透过即个空中，再度感谢咱巴西圣师的咱的动心，吼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所以我只有讲感谢再感谢吼。迄、那个今仔日我讲的希望与等待，即、這个题目的时喏。咱希望啥？咱的等待啥？我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法国一个大作家叫大仓马，大仓马写一部那呢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内底描写一个呐就中原，这个男主啊叫埃德曼·邓提斯，伊中原的行船呐，伊个无啥八字哦。迄个圣赫勒纳岛的时阵呢，迄阵拿破仑去关底下。在拿破仑写一张批叫高等于法国搞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爱的就是中原尔。结果这人大家演变甲足精彩，就是因咧用航拍，因为这张批时阵哦无完无顾，伊一个未婚妻啊，互一个检察官甲霸占去，而且弄解是那个入去坐牢坐十四冬啊，伫内底真好运啊！我是十五冬啦，减我一冬啦吼，看来吼，我十五啦，我入到十五啦吼。爱真好运，拄到一个爵士，而且阁真好雅。迄、那个爵士呢，迄十四当内底拢教这个中原吼读册，阿边啊做新书，所以十四当妖性一变的出来的时阵吼，无人知影讲伊较早是一个中原，而且阁有一个宝藏去叫伊挖，挖出来这个第一，伊的身份伊就讲了，伊一个伯爵，啊的风度翩翩啦。无想一种卡在中原啊，而且佫有钱哩啊！一开始计划，计划变啦报复，有恩得恩，有恩报恩啦，有仇报仇，所以这部真精彩。以整个结论呢，我给浓缩了：人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。所以靠给他去一报复呀！所以讲，这浓缩这题目出来，新的希望，我们希望什么？中华民国赶紧离开咱台湾了，这个笨手赶紧离开了。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美国军事政府一摆，把政权呢交给咱台湾民政府啦。六十几冬来，咱台过了种凄惨的，所以有咱的秘书长率领咱台湾民政府告美国。当初要告的时候，无死人讲，老实我告的时吼，坎坎坷坷，干那找律师甲文件，就耗费几冬的。律师找到了，我爱钱呢，迄一个拢五万六万的美金呢。为啥？同心早结，同心大家互相安尼强。所以咱台湾的这里强吼，做艺术的就对啦。安尼强强强强，安尼过，就过个电脑这个成绩。就本土大人无国籍，本土大人无国籍，成立的政府，而且是讲，美国也是咱台湾的占领国，按照《旧金山合约》，所以咱伫校唔捌读到《旧金山合约》今日啥物话格，你知无？包括研究所的人、读法律的人，今日做律师，你敢问伊也唔知？为虾米呢？国民党暗藏，袂瘾让你知影这個，无你读伤济，无你知影。因用啥物？用开罗宣言，用波茨兰宣言来欺骗啊骗人，所以一边骗了几冬。阮早期民进党，我出来时呢查民进党，民进党早期的决议文啥物你知影吼？台湾著名主角，但是呢，到1999年的时阵，啥物情形之下是啥人安那样甲咱改？伊国语文改做啥呢？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伊个名叫啥？国号叫做中华民国。我最近一摆当民众较知讲哦，咱红街呢唔知呀。哎，前半段咱送三票呢。哦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但是呢，咱国号是中华民国的心哦，啊，咱就气死死人啊呢。你来想看卖，中华民国的阿爸占咱台湾公司业，咱已经咧反抗啊，咧反对啊。你想伊把敌兵挂过来，你有
你有炸什么过来无？你给他讲连台湾的所谓什么都有，什么土银的啦，这是带藤的啦，这三个拢国有财产地，拢给他霸占的。你给他民进党的信号去，咱本土党人也心里边震动。今日你有咧选举符合伊，讲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台湾在中华民国。阿英也是咧选总统，阮支持伊啊，必须你讲吼，咱袂使投票啊。但是呢，你看讲即个阿英也是呾初选出来吼，佮破输，佮咱南部囡仔看会出头天咩？会当替咱解决台湾问题咩？结果伊来欺骗咱，去美国的时阵咯。讲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，中华民国不是台湾，台湾不是中华民国。美国听起来呢很爽啊，符合外美国的政策啊。但是当伊伫高雄在讲讲演讲的时阵，伊就唔是安尼啊。伊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你看嘛，咱的东西咪足清楚的。嘿，我你听得倒端，你知影无？那美国若听得倒端？你比如说你伫美国加工，你倒来吃呢？所以你美国的时阵，咱要倒用安尼好，送你一个美国旗。各位，倒来的智库竟然唔知讲这个美国旗的意义意涵是啥物事，表示无够你现实，你知影无？迄旗啊，甲唱淡来来藏伫拖链。伊只能讲，即咱台湾250块就买会到啊款。好，因那意义重大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注定要失败，注定美国你这爱落选。落选了，来无外面讲啦吼，来必须你早就讲过啊。伫咱的忘年会时阵呐，12月3日，伊就正式讲的，美国会消息，阿英全力输80万票。内幕吼，伊也在讲啊。我咧讲的是，你阿英也是为要当选的，见人遐那个符合，因遐什么什么是挖个智库，把咱台湾出卖给中华民国。你看，咱新的党人对咱这民进党完全的失望，真侪民进党支持者唔知民进党高站了钱，比啥物挖高，你知影无？红出白人唔知啊！伫咧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挂出来先，啊，都好高名，哦，有汉奸啦，汉奸的心咯，美国为着个咩围堵穷山国家嘛，所以支持。代表中国嘛，来对抗共产世界。但是时空环境的变化，在1971年的时候，亚洲阿非第三势力起来，33个国家，甲美国讲，地图拍起来，论人口、论土地，拢占不到1/5。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当代表中国迄个代表权呢？你若无改变政策，我就规个要33个国家要偏向苏联集团了。所以被美国修改，美国要修改，国务卿甲蒋介石讲啊，你讲在普通法案国，啊安理会好一边，就等于突袭就对了，一个东西地啊，啊个南北越啦，南北韩啦，啊迄阵啊那是当迄个是啦，但蒋介石讲啊啦呢，汉贼不两立，大家作清楚吼，所以袂当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也无爱。所以啦，如果蒋介石1970年啦讲的，今仔无咱台湾民政府安尼啦，阿袂当讲的是你民进党的心，人蒋家人都无承认吗？今仔日咱民进党阿英来承认嘞，中华民国在台湾嘞。1970年啦，无是有今仔日吗？迄个时代嘞，咱台湾民政府运啦命啦，主街就是安那中华民国安尼，佮走路了。离开台湾了，大获战争的时，大清帝国把咱规个挂号日本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吼，你也想要挂号有征求咱的祖先、咱的先民的同意嘛？那拢无啊，我挂都挂，伊讲那嘞，台湾是这男无义、女无情啊，鸟不语、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啊，敢当作粪扫的挂号人，你知影无？今仔有咱的祖先来。开棍打拼认真，有今日台湾的成绩，伊讲台湾是我们中国的，歹势吼。今日台湾啊，好像讲非洲的伊索比亚，遐一个大头壳个遐啦，
好，就搁提起来救援的啦。嘿，伊就讲卖好无？这台湾你早就伫大日本的，含阮中国无关系啊。就是因为咱今仔日的台湾这种成绩，咱的外汇存款全世界第四名啊，你知影无？较早拢第二呢。因为中国的时阵，和咱岛人即个只讲啥物呢？吼、哦，讲着回要探亲啦、投资啦，咱着带平外美金啦，下下定定过一遍啦。因为我伫小学阵啊知影，咱台湾迄阵啊2100万的人口，我们外汇存款呢850亿美金啦，中国偌济400亿尔啦，迄阵十亿的人口啦，对不对？结果因为咱呢，一直十当来咧的开放。大包小包，代表外币基本跌过，所以今仔日付出起来，我咧摇摆啦，跟咧摇摆。所以中国先哦，以前啊咧叫咧笑贫无笑贫呐。中国先咧起个抢了强了，硬该怪哪紧呐？恁讲你的代志啦。所以怪投资的，作者拢落去陷阱，硬要吞，硬该卖。较早种共产国家吼，未使有色情啦。好、哦，讲起来，你若去啊，饭店叫查某先吼，给带个萤虫啦，你记无？早起恁即个话盖萤虫就对啦。结果人做者海外同胞甲反映啊，遮拢替恁中国赚外汇呢。啊，你盖萤虫啊，伊也无爱啊咩？中国生产美女呢，查某一大堆呢，嘿，因想着这钱吼，就目睭拢金起来，就唔惊人。笑贫就对了，笑贱啦！开始咧做些大量入去投资的呀，白天做秘书，晚上呐做秘书，我的二来三来，咱做些钱了咧过，弄破咱台湾即个只，咱只呢正强啦吼，勤俭啦，好些事业的啦，好伊就讲迄边哦土地大啦，人口侪啦，好迄边市场侪了发展啦。吼、哦，啊！就手卡连手过，结果呢，遐拢二来三来，拢骗咱遮的，咱遮的正经只来遮啦，含含心灵苦恶起来，啊！甲囝咧饲大咧，结果伊伫遐咧逍遥自在，去用怪骗的了，反倒就倒转来，佮找咱的立委啦，讲我们要扶助中小企业啦，吼、哦，无咱安怎安怎，结果伊是遐保持走无失败，无要讲，你知影无？啊！就叫咱立委吼，甲政府逼啦，二次贷款。这贷款你借出来，哪讲伫咱台湾内底说，拢用伫咱台湾内底，阿都买紧。这钱借出来，搁挂着搁走遐，遐失败些。即摆咱台湾人啊，流浪伫台中国个遐百几万个，加油啦！加油，你才听有吼？迄十八路军、十九路军的遐啦，偌可怜呢！底下作者拢是偷鸡呢，底下偷鸡去流浪去底大呀，所以有作者咱呢，就有遐朋友南边中国投资哦，我含咩就对啦，迄一种属性。今仔日的时，咱台湾大好啊过，总变价呢，所以我讲因为时间的问题吼，我再简单讲用希望的等待来对，我讲当初。迄、那个咱隔壁国，咱只有两个强项，一个国防部，一个就翻译。迄阵那时，国务院甲国会含咱即个只拢较熟稳，因为中华民国长时间的时阵，透过伊个资源，这资源拢咱台湾人纳税人钱，伊也疏通半感情，所以国务院对中华民国长时间拢较好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咱各美国迄个法院内底判了了先呢，他放弃抗辩权，所以表示接受这个属性的。本来有人讲是这政治案件，但不是，这是法理案件，所以已经就接受。还，咱的一个各一个强项啊。国另外国会内底，刚才选举拢有政治现金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国会作者拢啊，台湾人士拢支持咱呢，那支持咱定支持中华民国。但是呢，第一个去年八月二日，国会一个研究小组来的正式再次发表了，对了，他就再次重申了，
等下呢，等于讲台湾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演进的对了吼，因再次重申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永远拥有。都没拥有台湾的主权，大家鼓励一下，鼓掌一下，甲这国会来讲哦。所以既然连国会来讲哦，伊迄两口走就对啦，拢无拥有咱台湾的主权。所以慢慢的，就全世界，尤其是美国，把政策咧行政策形成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必须咧甲因讲吼，无偌久。国务院的派人要他们接触了吼，还有和伊的秘书长讲了，这慢慢的心，因安呢，我们台湾民政府因为受了美国政府的重视，因为咱原来和中华民国都无关系，那你注定的希望只个赶出去的，啊你要赶呢，那是你美国的代志，当初你用军舰甲载来啊，啊这要走哪里，你要想办法走啊，那我不是我台湾人，我本土台湾人要哪赶，那就你美国政府啊。所以各位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那接着我们就要等待了哈。所以你看讲，迄、那个各位在驾驶啊，你知吼？驾驶啊，寄生寄居蟹，寄住一个壳，啊，内底无心啊，无心的一马吧。而且一马吧，寄居蟹吼，伊个大只心哦，爱换壳，你知无？无换壳是会死呀。啊，因为我去年有自己的经验吼，嘿。所以我这一个灵感来吼，我讲课我爱讲个各位知影，中华民国电视一个壳，一个咧台湾的心咯，落啥落咱台湾这个芝麻吧，也相依为命诶，你知吼？但是这个壳袂大，咱的芝麻吧会大，所以我讲我坐驾驶的时阵吼，就一只迄个逃奔自由诶，到尾佫造出来一只吼，第三只了吼，结果安那呢？从肉身拢造出来，啊！我认为讲，哎、欸，可能弱一款哦。我个用是电风呢，甲吹呢，嗯，啊是诶，啊是八度腰啊，我下棚过，或甲落咧来要食呢，结果无。三只料身吼，总翘伊就对啦，总死啦。我惊一个讲啊，饲甲死啊。另外一只吼，无造出来一只，我赶紧吼，总车晒咧吼，去造蛇丸，底下个放生啦。讲另外一只，你个同伴咧死啊！我唔知影讲变哪解救变怎啊？迄只我若水葬呢？迄只死我若去先用个水葬呢？啊，这只个放生呢？所以我一个灵感咪想，哈、啊，原来这驾驶还是爱找新壳的时阵哦。当伊要找这個新壳，拢爱做死。所以咱台湾咱这个肉身呐、啊，芝麻身呐、啊，无活壳的身哦。咱若要治伫中华民国壳内底，尤其民进党大连乡，要伫中华民国这个壳内底相依为命哦，拢做会死啦！唯一会当落来生存的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或者中华民国这个壳安尼落咧，啊，多下书吼，安尼啊有时间的问题吼，多下书。所以，期待咱各位在啊，各级班在点招，咱同心来等伊了，来共同的发挥，清洗文件，也叫伊来上课。不管你是看网络的，还是讲朋友同学介绍的，拢是有缘分啦。来含咱的秘书长，啊，甲大咱所有的这大家的同心呢，三甲来共同来。写起来，台湾最新的历史啦！以上，多谢各位。谢谢我们蔡老师，谢谢。甲各位报告。